不是激动吗？大草吗？风小小。有大草吗？那小烟香很大呀。乘客，上下左右，动静不够，放飞伞，砰砰砰砰砰砰砰，闪电。我差一点点。都是精灵球嘞，哎，抓到了，傻眼了，精灵球都被抓到，精灵球抓到了，哇，我才把这个拿起来就抓到，抓两只牛哎。破600了。四加幺，我一定要下。下完什么鬼？我看一下，下完会出什么？所有加的幺。是所有加的幺。哦，还有象牙猪啊！象牙猪我们有吗？冻鸟，哎呀，反击鸟反击是什么？急冻鸟，暴风雪，暴风，哇，它反击那么强，反击直接把它打爆了。然后推什么球都可以啊。哇，光是一球，可以。啊！哪里？刚有出吗？爸爸，拜托帮我下。哦，草变大了。哦，草变大了。没有。哎，雷子一只奇鲁哎。雷子有奇鲁。它是传说宝可梦。他是雷吉奇卡斯的谁啊？加农风炮。这四星加贝诺美应该要输了吧？魔。超群了 ，OK， 还好，剩四秒。我呀。好了。哦，高级球。咚！金龟瞬间爆，快点！走吧，大草原，大草皮，大颗草。你要先大草。哎，差太多。下次我跟你一人一组。没有，你哥哥玩完，然后你玩一局，我就不玩了，就回家了。没有，他玩完换你玩。我这里吗？
这个我可以玩吗？这两个是我来背的，为什么？那是你这样子背的。我觉得有，它有点照排序的，因为它有些电源，它就直接换的，那没有调整，它就有照排序的。对啊，因为现在看慢慢出来都有照排序。哎，瞄准。很牛。来输。精灵球会不会跟发生刚刚的精灵球很像？看。哇，超小草！什么鬼东西？三小草。第三，你几点？一点。你车子？那我玩十二点半。有我机会。哦，今天换不一样颜色了。先第一次抓超级球，OK， 要转出来，转去下面了，我想一下哦，有没有潮湿的，没有就选你那个，我原始啊，要我这样做，不要他干啥？哎，布拉克，我知道。哦，最早快看到。今天抓到了两只鸟，闪电鸟，夜鸟。但是别的也算了。啊